来了。起的都这么早啊？找我有事吗？别紧张啊，别紧张。是这样啊，早上起来我发现我的车钥匙装在这个布袋子里头，但我记得很清楚，我一直把车钥匙都放在书包里的。这个袋子？没错，是那个谢燕男的。谢燕？这个里边装什么呢？我天哪，双生子，就这袋儿我认识，那天就被吸到这袋子里的。就是你的模仿人那个异兽吗？是是是，也不用太紧张，一般的双生子啊就跟小孩一样，爱闹爱吓唬人，就是最好不要遇到那种凶的。这个双生子会不会和那个蝎眼有什么联系啊？如果这个旅馆有蝎眼的人，双生子跟他们取得了联系，那就等于那个蝎眼跟那个男的联系上，那他会报复我们吗？走吧，收拾东西。哎，那要没事，我也走吧。行，走吧。哎呀，谁要走啊？谁要走？我刚去上了个厕所，怎么了？我刚上个厕所，你们这儿怎么了？小柳，摁住！真是宝刀未老啊！别打！哎，放我这儿！哎，你们想不想把这个双生子养熟啊？要是养熟的话，就多抽点时间陪陪他，再喂点水果。这一旦养熟了，就能听你们的话。行了，你也快走吧，我们的行踪可能被谢眼发现了，跟我们在一块太危险。对方，麻烦把车库大门开一下。外头会有人给你开门，直接把车开出去就行。来，哥，你先坐楼梯上去，看看外面什么情况。分开走，停车场集合，注意安全。走。小叔，屏住呼吸。小叔。啊！动不了了。把人都看好了，拖回去。都带走，都带走。住手！
哎，这里还有个女的，抓住她！住手！你是青石小姐吧？这是唱哪出？哦，这真是误会。我们前两天得到消息，说这两天来对头，这不碍了您的事儿。哎，青石小姐，真是误会。展爷跟前，您一定得帮着好好解释解释。我觉得我已经隐藏得很好了，还是被认出来了。耽误事儿，怎么认出来的？哎，青石小姐，虽然除了展爷谁都没见过您，但我们都知道您跟展爷纹了一样的纹身。再看您这身手，这身高，那除了您还能有谁啊？哎，你是青石小姐吧？抬人啊！哎，对，愣着干嘛呢？快，把人抬起来！快，都扶稳了。你过来。哎，您说，帮我办个事儿。您吩咐，给我弄五份通关文牒。暂停一下，小刘，你把这个放。这心眼伪造的有模有样，上面还盖着章呢。哎，刚刚那个心眼男说的，黑石城通关盘查很严格，不能保证绝对通过。哎，西西，他们怎么叫你青芝小姐？我怎么知道？怪了，那之前那个不得好死的心眼男怎么不叫西姐，叫青芝小姐啊？行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咱们都不亏，有了他就能进黑石城。上面写的什么？看不出来。这什么情况？这地儿好像个渡口啊！哎，你看这湖，这湖都被人欺负了，会不会这是个幽灵渡口？一会儿还开过来幽灵船啊！大白天的，别吓自己。哎，峰哥，你看这个，别动，这些东西看起来像贡品，但感觉是能吃的。西西，你看，这就是龙吸血吗？如果强行过湖，不是被吸进漩涡，就是被……这是什么？西姐，这怪瘆人的，要不我们先走吧。湖上面什么呀？先走，走。走吧。
是下一个站台呢，怎么跟刚刚那个看上去挺像的？我看，我看，那边的吗？掰开那块吗？哎，不是吧？既然走不了，那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扎营吧。水蜡快速补充电解质，尽洒汗水，无惧末日。东鹏补水蜡邀您继续观看《西出玉门》。这么少啊！肚子还疼吗？嗯。那你还乱跑？嗯。想什么呢？要不要跟我说说？你说出来，咱们俩一块难受难受。谢衍的人把我认作是青芝小姐，就是因为这个。他们说他们的老大江展跟我有个一样的纹身。如果我是青芝小姐，那我跟江展。你跟江展怎么了？就这么点事儿啊？这么点儿？这个纹身不能代表什么。同一个帮派，同一个家族，都有可能纹一样的呀。至于那个什么青芝小姐，你这么想，那些人对你这么客气，就说明这个青芝小姐她地位不低。她如果失踪或者消失，瞒不住，那下面的人一定会议论。你都离开关内一年半了，所以你不是青芝。你看那个江展也不是那样的关系。程总，你是不是不能接受我跟别的男人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说呢？但是有些可能性还是存在的。如果事情往不好的方向发展，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啊？你说。如果真的有那个人，如果我真的是青芝，你可不可以不要一声不吭的就走了？咱们就当面锣对面鼓，有什么决定一起做，分合不后悔，好吗？考虑考虑，在你心中，我是一个很容易会放手的人。你说呢？
小仙，嗯，我那天跟你说我要人，不仅是要人，我还要你的仙。还有更恶心的还没说呢。你说，以后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我。我这个人就这样，要么就不去抓，但如果让我抓住，我就不会松手。好吧。怎么了？飞腾，这简直就是追着我们呢！咱可没吃他东西啊！这看上去像个门啊！哎，这门是从湖里长出来的吗？看来这个迎宾门真的会主动迎接宾客呀。那我们现在要出发吗？这是开车穿过去吗？我们可能连人带车都掉进湖里，也有可能就像我们开车撞哑弹一样，一撞就进入一个新世界。迎宾村儿，那儿写的迎宾门，这挺明显的，上次怎么没发现啊？哎呀，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车呀。哎，你们是去黑石城的吧？是啊。那你们住几号啊？什么几号？哎，你看这一号，哎，二号，三号，四号，后面还有五号六号呢。哎，你们别是还没办票吧，大哥？哎，这是办什么票啊？我这头一回出远门，能不能看看你的票啊？哎，行行行行行，哎，你看，哎，这就是，哎，就这样。哦。啊，你们是从红砖城来的吗？嗯，对。你们呢，拿着这通关文牒换票，这票里头啊含一晚上的食宿，啊，很快就有人来安检，只要安检一通过，明天一早啊你们就能过着迎宾门了。哎，你看啊，来人了，你们先忙啊。请出示通关文牒。去哪儿卖票？请稍等。上车。哎，你看，脚下有水啊。Thank you.
游泳倒是会啊，潜水不会啊。你们找自己的位置坐下，包括那只鸡。之前可能也有听说，有些眼的人闯入黑市场，上面的人要求我们严格排查此事，希望你们谅解。那有两个尸体，各位请不担心，这些是接引过的。之前想从这里闯入黑市场才杀的人，所以才被扔进危险池中。麻烦你们作证，抬头挺胸，摘下帽子、口罩，希望你们积极配合。毕竟被扔去喂蛇就不太好了。什么蛇？舌头的蛇？是他，他回来了。你们住在哪个市集？你们住在哪个市集？红砖城。红砖城的雨林卫长叫什么名字？红砖城的雨林卫长叫什么名字？雨林卫长叫什么名字？说话！红砖城的雨林卫长叫什么名字？哑巴了！说话！红砖城的雨林卫长叫什么名字？说话！吼什么吼？不知道，记不住。伪造通关文牒。可以喂水蛇了。什么蛇？啊？好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你们可以通过营地门进入黑市城了。那我朋友怎么办？在那里。雷腾，雷腾，怎么又是你啊？雷腾，我又差点死了。为什么总是我呀？为什么总是我呀？行了行了，起来了，来吧，走吧。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客房，请几位早点休息。日出之后就可以过营地门了。那个，他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破了他衣服。行了，别说人家了。另外用
诸位不是要去吃石城吗？一会儿吃了饭，时间到了就可以出发了。我赌输了。转了性了你，不怕那些妖怪了？怕饿，所以你怕饿我们。我也是怕饿怕死，还难不难？不用笑我，我这我刚才没说清楚。我想说什么呢？就当你被这舌头给卷到水里的时候，就等于是死了呀。我现在能活着，我跟你讲，我什么都不怕了，活着开心一天是一天，怕什么呀？咱都很久没吃过大鱼大肉了，对不对？敞开吃，绝对没有毒。哎，东哥，你是不是不会说谎啊？刚刚那女的逼你问话，你回答的蠢萌蠢萌的。你聪明，你怎么不说呀？我瞎编话，添一句地一句，容易穿帮。再说了，你多稳啊！哎呀，我西姐就更不行了，人家没问两句就发飙了。吼什么吼？不知道，记不住。哎呦，西姐这么护着我东哥呢，人家吼他两句你就心疼了。哎呀，哎，你说那女的什么玩意儿？应该跟水有关吧，西姐，你发现没有？你找一愤怒，很多事儿已经认为写了。你一愤怒就放行了，你一愤怒就拿到通关文牒，你一愤怒我就没死回来了。所以西姐以后这一路上你就愤怒，保持愤怒，绝对咱们就畅通无阻。终身间为爱与所为百转千